我刚刚稍微一下网路，我打冷气多久清洗一次？我看了几篇文章，我他妈都快吐血了，写那个什么鸟东西啊！算了啦，我就不批评了，就让我这个冷气师傅来告诉你，冷气多久清洗一次 ？Check it out。欢迎来到空调小教室。我是老柯，想知道冷气的一些小知识，别忘记在下方按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冷气多久清洗一次这个问题呢，一直是消费者疑问当中的第一名，但是这个问题牵涉的范围很广，我就简单说明一下冷气多久清洗一次。冷气使用时间、滤网清洗时间、使用年龄层、居住地区、空气流动率、环境、室内温度，一共七点。那因为是简单说的关系，所以七点我就不说了，说完都天亮了，所以我教你们参考简单的就好。你就参考第一点至第二点，假设你每天开八个小时的冷气，每两个礼拜就清洗一次冷气滤网，这个条件下冷气是一年清洗一次，但是这个标准也只是个大概，因为其他五点因素考虑进去的话就会更加准确，但是因为怕影片太长，所以有机会我再专门做几集为大家讲解。所以你上述的第二点，没有做到清洗滤网的时间有这么短的话，那你的冷气脏的速度就会非常的快。我比喻一下，最近疫情戴口罩，你口罩几天都不换，几天过去你就会发现越来越难呼吸，而脏污就会往其他地方进去，再加上你吸入的空气少，呼吸的负荷也就比较大，所以你心脏负荷也比较大。那冷气齁也是一样，你滤网都不洗，滤网被脏污塞住了，导致进气困难，心脏的部分也就是压缩机，它的电力就会吃得比较重，那导致脏污累积速度增加，啊电费也增加。不要说有些人齁一年才清洗一次冷气滤网，你试着戴 N95 口罩连续戴两个礼拜试试看，是不是光想就累了，那更何况是你家的冷气呢？所以每个家庭多久清洗一次冷气没有一个准确的标准，因为每个人使用的方式都不一样啊，再加上每个人对脏污的定义也不一样，也许我认为这个脏污它算脏了，但是你觉得你可以接受，所以我干脆就教你们如何自己看脏污。准备一只手电筒，跟一只手指头，跟一只遥控器。手指头把冷气出风口往下掰，手电筒打开往里面照，看到黑色的斑点就表示有霉，有斑点就表示有孢子。开冷气的时候，孢子会飞在空中引起过敏。这个脏污你不能接受，你再清洗就好。请把冷气打开，出风口位置手指往上推，再关机就能回归原位。关于放很久完全没有在用的冷气到底要不要清洗，你自己决定，自己看比较准。影片最后我会放一点点脏的照片跟很脏的照片给你们参考，不想看照片的记得去左下方先订阅，再去看我其他的影片，有问题就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。我是空调小教室的老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